待您今年您高寿啊？我79周岁。哎呦，我看您这底气十足啊！啊，底气十足啊！嘿，棒啊！这是玩空竹玩的，这是。哦，您还十足，这不是这儿疼就这儿疼，还好。您练这个空竹练了多长时间？十多年了吧，差不多。好，十多年了。哎、那真不错。待您年轻时候，您是做什么的？啊，您年轻时候。年轻时候啊，走了啊。年轻时候在企业。哦，企业。企业搞管理。一看您感觉就像领导嘛，您说话这种语言啊，什么领导不领导的，没有了，没领导不了，退休20多年了都。是，嗯，您原来在哪家企业？我们原来是在红旗，最早在618厂。哦，618厂。你听说倪志福没有？听说过没有？听说过。倪志福，全国总工会主席，那我们一单位的。哎呦，搞坦克的。618在哪儿？长辛店那边，知道不？听说没有？啊，知道，挺有名的那厂子。那有地方，对，过去叫外对外叫永定机械厂，嗯，对内叫608厂。是是，608厂。大爷，那您大厂啊，那是。那当时那厂子有多少人？当时这厂子7000-8000人吧，我在那时候，6000-7000人，差不多。那人最多是达到8000，最多。哎呦，大爷，那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您是做什么？对，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搞机械的。哦，您是几几年参加的工作？四五八年。58年。对。哎呦，那50年代的也是。那会儿您多大呀？参加工作？我那时候刚10多岁。哦，10多岁啊？对。哎呦，那真是不错。这就锻炼，退休以后没事干，锻炼身体。是。得了呗。哎呦，那真是真不错。玩了。该走了。是啊，大爷，那您现在工龄得多少年、啊？工龄我这、工龄我退休早，工龄40年吧，差不多。哎呦，那您现在退休金能拿多少啊，大爷？退休金我企业里边没多少钱，企业。那大概呢？因为挺好奇的，您这工龄算长的。对，工龄当然还行吧。啊。没多少钱，企业里边那给钱不多。是，那大爷大概你要事业单位还钱多。我们就企业里边钱不多，5000多块钱就是。哦，5000多，那也还行。那不，嘿，差远了，人家事业单位高。